维瓦蒂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22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维瓦蒂的一生写了200多首的小提琴协奏曲。那大家最熟知的大概就是春夏秋冬我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哈。但是今天是双小提琴协奏曲哦，而且呢没有谁主或没有谁副，那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我们今天要演的是第一乐章的快板以及第三乐章的快板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们要请大家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第一乐章6年级文开国小詹陈凯同学，以及南郭国小4年级的许乐同学。那第三乐章呢，是由南郭国小5年级林佩彤同学以及陆东国小6年级郭佑安同学精彩的演出，让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。
是 A 小调双小提协奏曲第三乐章。张成凯还有徐乐同学再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